悬疑问答。有部分同修许愿带着有缘无缘的众生和仙家去参加法会并超度他们，结果几位同修现在一闭眼就看到很多众生，请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，如何补救，该怎么跟菩萨说？念小房子啊，就是上升了是吧，就是对啊，上升了，念小房子跟他讲，这过去古时候嘛，你找个巫婆嘛，她就在边上跟你唱了呀。哎呀，今世无冤，前世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呀？就这样。师傅，太可爱了。给菩萨说的话就是说，让他们能够，就是尽早能够，离开呀、啊。离开啊！个人的业自己背呀、啊。我替某某某今天啊念多少张小房子消除啊他跟你的冤结，但是呢他的主要的冤结还是由他自己个人报，只能这么讲啊。好的好的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